米粉里面放一小小盐，用凉水和面，这大概就是一级面二级水。两面金黄，这就好了。来，给你拿吃。怎么这么重？重重重！没有，它能瘦成这个样子。对呀，啊，然后菜多香，对吧？那这那锅是热的。吃一火，起来，啊，有坑我，二蛋还是二蛋，啊，皮撇了的嘛，哥，咱们说说，让哥我喝汤。哎呦，牙医，我老虎。哎呦，妈妈这怎么长大的学哈呢？不在车上坐的，对。自己吃，乖极很。你们家最多吃的那个手推干，香着很。来。